为什么不加入德国的 HKG3 突击步枪呢？ HKG3 是一把德国 HK 公司生产的步枪，为什么游戏里一直不加入呢？原因应该只有一个，那就是 HKG3 的属性落后了。 HKG3 是德国黑克勒赫赫公司于1950年代以 STG45 步枪为基础所改进的现代化自动步枪，口径为 7.62×51mm NATO， 它的具体属性是这样的，射速为600发每分钟，也就是1秒10发，和 AKM 的射速相同，枪口输速为780到800米每秒，但是弹匣容量太少了，有3种供弹方式，分别是5发、10发、20发的弹匣，即使吃鸡采用20发的弹匣，劣势也太大了，根本比不过 AKM M762 等 7.62 步枪。G3 步枪在1959年被德国部队正式装备，在1997年被 HKG36 步枪取代，也就是游戏里 G36C 的正常版本，所以能看出 G3 步枪的性能真的落后了。游戏里既然已经加入了 G36C 了，不可能再加入比它更落后的 G3 步枪。小伙伴们，对此你们怎么看呢？我们下期见。